来帮小粉贴贴纸喽。Moments later. 对啊，超脏的。我加一个就好了，我贴前面。你要现在撕吗？现在撕好像也可以。这可以啊，可以。对，对，这地方就是粘，应该再粘它。回去再粘就好。你妈妈好脏哦。你挨我。我也超脏，我忘记擦了。哇，小粉应该下面一点，对，差不多。小粉去比赛。对呀、啊，小粉去比赛，好像中间就够了哈。旁边好像没位置粘，有位置啊，可是不太需要。嗯。哎、欸，哈，太巧了吧！不要说今天讨厌。Hello， 哟。我们算认识很久，三年有了吧？有三年以上。当太阳。你可以去公车站后面啊，我看我们是八一三的时候过去的。对啊，十三张。今天自己来、啊？对啊，自己来。真的哦。想说巧遇一下你。你很厉害、欸，他上次也说要巧遇。有巧遇到，可是没有打招呼啊！哦哦，是我自己下来的那一天。礼拜六上班六吗？礼拜五。礼拜五。礼拜五那时候我看你还在说，然后那时候我刚好下车。啊，是啊。台湾很帅。谢谢，谢谢。因为他这样就要回头了，他阿叔的管还蛮特别的。那你的还好啊，我觉得有水的时候再擦就好了，不然其实擦不太。我们等有水的时候再擦。等下去哪吃早餐？他是谁啊？他很好笑，他是我以前玩游戏的朋友啦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认识那么久？对啊。
好啊，你要骑阿万吗？你想骑小板吗？好啊，你刚刚我觉得速度蛮快的耶。有吗？就是，是不是那种拼的快，就是觉得你很顺的快。嗯，对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嗯，感觉出来。我先。会有感谢大家收看这集久违的骑车日志哦！如果有什么建议或感想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。那也别忘了去我们的虾皮看一下手机架以及我们最新的贴纸哦！我是小伟，那就跟大家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